哎，大哥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？哎，放完假了嘛？对，上班心情快乐吗？哦，不怎么快乐。哦，那没关系，小弟讲一个笑话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企鹅只有身体前面是白白的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嘛？因为企鹅啊，它的手很短，所以它洗澡的时候呢，只能洗到中间，其他的地方都洗不到。